穷婆做手杖是怎么翻车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穷婆之前尝试了用牙签代替镊子做手杖，然后又有人告诉我可以用牙签加吸管自制一个镊子，那本穷婆必须再挑战一下了。首先准备好一根吸管，二根牙签，把吸管对折，用透明胶把牙签夹粗，再塞进吸管里固定一下，是不是像个镊子了呢？再绑上橡皮筋，再贴个小兔子吧，完美。然而翻车的时刻来了，哎哎哎哎，这怎么夹不起来？换个图案试试。这完全夹不住啊。总之就是一个大翻车，最后只能用手指代替镊子了。一起来看看穷婆的翻车迷你手杖吧。所以有人能告诉我镊子到底怎么做吗？